这是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今天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人大新闻系的校友鲁难先生，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啊，薛鸿明先生啊。那那也可以么，介绍介绍啊，我的北大校友，我也是北大校对呀，他对北大校友，对呀，现在跟你北大更有关系，因为北大法律系的校友啊，鲁难先生对。是新闻系校友。那么下个问题呢，就是跟法律问题也沾边了，那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跟华为之间有一场战争当然这没有动枪了啊，主要是动嘴巴啊，动科技制裁的这种战争。那么他们把华为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当家吧，孟州给扣了啊。那么最近呢消息报道就是关于孟晚舟引渡案件的消息，应该按美国的东部时间算，应该是明天上午应该有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标题就是中国政府放言要让这个孟晚舟顺利回家。同时呢，孟晚舟在这个时候呢，穿着盛装当然带着脚镣那个监视的脚镣然后呢，在跟一群人微笑的在那拍照。那这个消息呢，我估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么有舆论分析呢，这是孟晚舟在提前庆祝这种胜利，所以这个事情呢，到法院的判决都还没有出来，这个孟晚舟女士就做了这么一个举动，因为这时候从一般的心理来说，应该都是心情最沉重的时候，忐忑不安的时候，因为命运在此一决嘛但是呢，她似乎格外的这个开心这是。同时，中国政府的主要是指这个驻加拿大使他说保证他回家，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到底咋回事这个法院判决到底是独立判决还是这个别的其他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薛福明先生先谈。这个，哎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能够获得的资讯呢，非常有限。我从侧面来讲几个看法吧。第一，孟晚舟的感觉对不对？对不对？孟晚舟如果感觉要是对的，要是准确的，她就根本就不会被抓，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自信满满会被无罪释放啊，立刻可以回家，就是另外的一种紧张的表现。大家都知道嘛，那个胆儿大的人走夜路，他不会吹口哨。那一般都是胆儿小的人走夜路的时候才会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实际上是给自己一点镇静啊，让这是我能够解读出来的。他一个有自信的人，一定会很安静、很冷静地静待法院的宣判啊。你想，他一个当事人，他能够预知到法院的判决吗？对吧？不可能，律师都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哈。我想哈，中国方面，这个官方，这种论调，我们讲不好听点，就是吃豆腐啊，对不对？吃豆腐要冒着被打脸的风险，对不对？这个事情，这个案件，法院明天宣判，至少有两种可能吧，对吧？一种，扣留了。这个准备这个移交给这个美国，一种让你回家。你现在认为要孟晚舟可以回家啊？张开双臂欢迎孟晚舟回到祖国怀抱。那被打脸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脸都已经肿了，他也无所谓了，对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的心里吃豆腐呗啊？你看啊。如果被释放了，你看我们预判有多英明啊！我们这个加拿大哪有什么司法独立，对不对？根本就是惧怕，
啊，还是外交这个战狼外交见效果，对不对？这，那么就我们独立作为个人的这个立场来讲哈，我们学法律的和在海外有生活经历的人对西方的司法独立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就拿美国来讲，克林顿被起诉过，被弹劾过，对不对？啊，幸免了。特朗普也被弹劾了，也幸免了，连总统都干预不了司法。你一个孟晚舟，你一个中国驻加拿大的这个大使，你有能力干预司法吗？干预司法这是重罪，而且司法独立是英美极其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怎么可能会让他们这样的人来干预的？我想这个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他理解不了，那也没办法。这个布鲁多，特鲁多不是就也讲过吗？他说中方不理解我们司法独立的价值观，啊，我们给他解释，他也接受不了，听不懂，这个是没办法，对牛这个弹琴。对，其实我觉得连对牛弹琴就还不如呢，对不对？我前天看到一个这个小视频，人家对着牛弹琴，牛还是有反应的啊。中国的这种反应呢，就是逆反应，对不对？你抓我人，我也抓你人，啊，我就讲这么几句吧。对于结果哈，我确实是没有能力去预判。对啊，这个当天啊晚上，孟晚舟穿着昂贵的连衣裙和鞋子，11个人与他合影留念啊。那么我有的嘉宾说他是这个，说是他这个叫华中师范的校友啊，这个然后华为董事会成员啊兼全球媒体负责人盘文啊，拍照时站在孟晚舟的旁边微笑，并且做出了和平以及赞许的姿势。那么这个拍照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卑诗省的啊高等法院台阶上啊。所以这个西方呢也有媒体说，是不是这个孟晚舟女士啊提前微笑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鲁难先生啊，你看到这样一个照片之后你怎么看？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啊，就是孟晚舟女士一向就是这个身着的昂贵的这个服饰，一向的都是面带微笑，而且从她这个被这个法庭保释完了以后，她就一直的戴着她那个脚铐，就是作为华为的公主，作为任正非先生的女儿，孟晚舟女士同样懂得怎么样的宣传自己，怎么样的在不利的逆境下面保持自己的这种尊严，保持自己的风度，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从他这么多次出庭，然后甚至被这个加拿大这个抓住了以后，然后有被送往美国坐穿牢底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孟女士是一直保持的一种风度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边，即便你跪地求饶又能怎么样？法律是无情的，正如刚才老薛所说的那样，就是在这个英美，在西方的这个法治社会里边，人们对法治还是抱有信心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可以住在她的豪宅里边坐牢，她的这个气质和微笑很像江姐，但是她并不是在渣滓洞，也不是在白公馆去坐牢，她坐的是这个加拿大的保释，是在她自己的豪华家域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显示出来，这个法治社会它的人权的价值，它对于这种即便是你是嫌疑人，但是你的各种人权是得到保证的。所以孟晚舟女士她可以笑得出来，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中国大使那么高调的这个要让这个孟晚舟女士这个回到祖国的怀抱，而且还有些评论说要当庭释放，我觉得也是纯粹的一种这个宣传的需要，
共产主义这么多年宣传不都是这样吗？他们都是很有信心。如果你要相信他的话，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我们这些人从小都被教育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如果他们的话可靠的话，我们也不用在这天天的等待这些人来让我们接班了。他这些作为宣传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战狼外交的一种延续，也是他这么多年对外宣传政策的一种一贯性的一种手段，跟他在外交部抗议加拿大这个逮捕孟晚舟女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具有参考价值，然后我们参考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怎么样表现，是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些动作的。那么实际上孟晚舟女士能不能这个被当庭释放，或者说是宣判她无罪，我觉得取决于加拿大的法官对他这个事实的认定。实际上这我认为不仅这个前面所说是一种宣传的一种需要，也是加拿大这个被孟晚舟所聘请为律师的一种宣传的需要，利用舆论来对法官施加压力，我觉得也是一种战术上的这么一种表演式的一种需要。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孟晚舟是否有罪，他是否会当庭释放的一个关键，就按他的律师过去提出过无数个理由，那么现在他认为最大赢的可能性，最大的能够突破这个加拿大检方的这个战术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薄弱点，在于说孟晚舟女士是否在违背了美国法律的同时，是否也违背了加拿大的法律，也就是说对银行的欺诈是否也同时违背加拿大的法律。律师找的点就是孟晚舟女士所重金聘请的律师，他们的看点在于说加拿大当时对这个向伊朗贸易的行为没有实施制裁，而是美国实施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边，孟晚舟女士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他认为是不构成，在加拿大是构成犯罪的。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在这儿了，对伊朗的贸易行为或许在当时的加拿大社会里边不构成这个犯罪，但是对银行的欺诈行为难道也不构成在加拿大的犯罪行为吗？那如此的话，加拿大的银行我觉得就危险了，它的金融整个金融体系可能就不会存在这么多年。所以我认为加拿大的律师也好，中国大使也好，包括孟晚舟女士也好，都是一种表演形式的，作为在台上这个荧光屏前的这个人们是观察他们是怎么样表现，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左右加拿大的司法这个体制，法官的判决将会作为最后的判决。其实我想做一个预测，我认为对于银行构成欺诈在加拿大同样也是犯罪，它不仅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同时也违反了加拿大法律。这种银行欺诈、金融欺诈的这种行为在西方主流国家里边它都是一种犯罪，所以我认为不太可能会把孟晚舟女士当庭释放，说加拿大就白白的抓了这么两年，抓错人了，现在向他去道歉认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是慢慢的欣赏他明天怎么样继续表演下去。谢谢。这个根据报道来说呢，27号上午9点，法官呢会通过电子邮件因为这个特殊时期嘛，通过电子邮件那通知孟的律师和加拿大检方的律师。那么这个9点到10点之间这个过程中呢，这一小时有一个安静的时刻，谁也不许透露任何消息。到10点的时候呢，法院开庭宣布裁决和裁决的理由。到11点的时候呢，记者可以发消息了，法院也将公布这个结果。所以说公众要最后知道的话呢，是27号上午11点知道孟晚舟这样一个引渡案件的这个结果。那么刚才
鲁难先生已经讲到，就是说这里头的核心问题是这个双重犯罪的问题。那么现在政府的律师和孟晚舟的律师呢，啊，这个答辩这个案件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啊，好像他的这个政府律师呢强调的是银行欺诈，那么孟晚舟的律师呢强调的是这个啊对这个违反的那个对伊朗的制裁法案啊，这里面构不构成这个双重犯罪？所以说，实际上现在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律师和律师间的差异已经不重要了，最终看法官是怎么判啊。那么确确实实有一些风系的观点认为孟晚舟可能被释放啊。那么这是这个一种观点，但是呢，无论如何，从刚才两位嘉宾的讨论来说啊，在一个司法独立的一个国家啊，在正式的判决颁布以前，你不太可能知道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啊，这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假想啊，一种或者两种情形啊，如果孟晚舟这一次没有被当庭释放啊，我们都知道北京已经批评过加拿大啊司法恐怖主义，那么他们会不会继续批评司法恐怖主义啊？如果孟晚舟被释放，他们会不会歌颂香啊加拿大的司法独立啊，再去歌颂伟大中国的强大啊，从敌人的狼窝里头，从司法啊，从敌人狼窝里头，或者从司法恐怖主义国家把孟晚舟顺利的救回来了啊，这种啊意识形态宣传怎么回事？我们想听听这个薛鸿明先生的看法。嗯，后边的这个宣传哈，我想哈，从既往的官方的宣传这种这个论调，假如回来了，嗯。啊，对，假如回来了哈，嗯，当然我们对法律了解的人啊，就是接受普世价值观的人哈，会认为这是西方这个司法独立的这种价值观的坚持啊，是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胜利。但是在中国官方的宣传，可能就未必是这样啊，那可能会宣传成啊，他们屈服了啊，怎么样哈，啊？这个我们胜利了啊，那个祖国强大了，那个，祖国强大，对我们祖国强大嘛，那个，这是一个战狼外交的现实版的一个案例，嗯啊，你看对不对？这比那个战狼外交还要牛，战狼外交那是在非洲，现在。连西方的主流的这个国家，他都惧怕我们中国啊，那个，可以想见啊，不管这个，但是呢，我在想哈，任正非这个老先生哈，恐怕这个不会有这样的这个表达，那相反的。这个东西我昨天我也有看到一点，就是有一个不知真假啊，我也就是讲那个 CIA 啊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啊，这个包括到这个谁孟晚舟在伊朗活动的这个照片啊，然后逼迫孟晚舟认罪啊，然后呢孟晚舟可能交代了这个任正非的一些具体的啊这个证据，那么然后这个帖子还讲什么呢？说那个接下来美国会全球通缉任正非啊，然后呢孟晚舟可能是戴罪立功，然后啊这个辩控双方达成和解啊，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法律。司法体系里边哈，司法独立情况下是辩护双方是可以进行协商，这个和解的，有可能把它这个放出来。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那我也不得而知啊，这是我看到的一些这个东西啊。所以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案件呢，我是很为华为惋惜哈。我从个人来讲哈，我是。很敬佩任正非这个先生的，
不管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怎么样哈、啊、这个人的人品人格啊我还都是蛮敬重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华为的产品。手机我认为华为的手机是比苹果手机要好的。至少我用下来华为手机的感觉呢比苹果这个手机我用的感觉好。可是我儿子呢他还是坚持啊这个苹果的这个手机好。那么电脑也是我目前我用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华为的。非常好用。啊好用到什么程度好用到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啊。至少是空前的。啊以后会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因为我用过很多牌子。啊老薛你用过苹果的电脑吗我有苹果的电脑。啊我有。我买了同时买了这个两部。但是我苹果那个电脑我不是它不好用哈、啊、我不太会用。啊因为它这个操作系统界面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我用了华为电脑我用过十几个牌子的电脑那华为电脑是太好了。但是我对华为产品的喜爱同样的有一种愤恨。首先你比如华为的这个手机里边不能用 Google。华为这个手机很多美国的这个 app 是不能下载的。你比如说我曾经他没有进的时候我把那个美国银行 Bank America 的这个 app 下载下来了。但是我现在这个 update 不了啊这个没法这个更新。他你说他助纣为虐吗是助纣为虐。但是他想助纣为虐吗我想他也未必想。啊那个我想华为他也未必就愿意。但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企业嘛对不对你是你在共产党这个土地上就能怎么样呢这是让你老薛了解华为内部多少东西不了解我完全对、啊对啊、我就是一个消费者、嗯、啊但是从我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和各个方面的这个了解、嗯、我都能够理解到所谓的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嗯啊这个你说主动谁愿意主动去作恶呢对不对包括那胡锡进我也不太相信他是主动去作恶对不对他一个多若干年基督徒母亲的儿子啊每个星期天推着他老母亲去教堂的人他从他写文章的逻辑你就能看出他的思维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吃这碗饭呀、啊、对不对这个但是我这个东西哈就很复杂我想也很那么同样在对华为的态度上折射出来我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包括对共产党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这种态度啊 对不起这个老薛你这个、嗯华为从手机说到电脑怎么又说到这个中国说到中国共产党我都不知道您在中间怎么连起来连带的就是那个华为身在中国文化圈里头他想对他就是相当于哈你比如说我们对华为那可以说简单说又爱又恨爱的是他的产品真的好任正非这个有真的是有工匠精神的啊那恨的是他做出来的产品在共产党的这个环境里边他给我们带了太多的不方便你知道吗我现在想听听我们老鲁的这个就听老鲁、啊、老鲁有点憋不住了你想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对老鲁又想批评你对对因为不是因为老薛这个宣传替华为打的这个广告有点太猛了、嗯、我觉得有点推猛有点、嗯这个我觉得我听得我是一头雾水我就说他觉得这个华为的电脑是最好的电脑所以我刚才问他你用过苹果电脑没有他说他有但是没用然后他不习惯他跟操作系统我受不了啊对那就说大年纪了让我再学另外一个操作系统对那就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没有用过苹果的时候你就已经下结论华为比苹果还好那这个我就不能认同了因为我说的比苹果好是指着手机啊我用过两部苹果手机用过两部
三部华为手机。那我认为华为手机确实比苹果手机好，但是我儿子不认同啊。这个，对，这我也不是就事论事，客观而已。啊，我也不是你儿子，但是我也不认同你这观点。嗯，就是这个，简单说有两个方面。我们第一，从硬件上来评判，我不认为华为的这个能力能够超过苹果。第二，从系统来讲，就苹果是有自己的系统，那么所以它用的安全性上面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要侵入到这个控制苹果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话，你就要入侵到苹果的总部。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有能力来做到这个。如果你喜欢华为的产品，我恭喜你，你就成功的这个把你的所有的资讯就提供给了中国政府。这个你的所有的行动，包括你今天的讲话和你准备的这个稿件的情况，中国政府都已经清楚的了解，包括你写的那些所有的文章。这个老鲁哈，你这个是我们有分歧的地方。我坦率讲哈，我所有的资讯我都是公开的，我发表的所有东西，我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你，我代表中国政府发给国务院的，啊，我坦率讲，我那个小编，我昨天我发给你那个老鲁，我也这个转给你了哈，因为给国务院的每次只能有380个字，我这篇文章10000多字，你想我要转多少天，每天只能给国务院只能转2条，我从来没有像。这个薛先生这个意思呢，回答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的开放和不安全，对，所有人的，对不对啊？我爱国，我为什么要躲？你不在乎这个，你的所有的行踪被曝光，但是呢，像对，我啊，这个鲁先生就在乎，我们不愿意人跟我分享啊，这个是，我这个 privacy 是最高的，至高无上的，对啊，所以我用。从他不安全来说，从安全这个角度，我完全同意老鲁的观点啊。这个，他用的是开放平台，那个苹果是这个自己的独立这个操作，这个我完全这个认同，因为在安全性里边哈，我把它放的位置比较低，我最考虑就是好用，你知道吗？你的意思已经比较，你可以放弃，对，你可以放弃这个要求。那么我们听鲁先生继续，OK，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很赞同你把任正非和胡锡进两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这两个人确实是有共通的地方，确实有共通的地方。1978年任正非先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第12届代表大会上面，任正非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就是说任正非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从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的代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您听，麻烦你听我说完，对，谢谢。然后第二个，您说胡锡进先生，胡锡进先生本科毕业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所学院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很荣幸我和胡锡进先生同样为学新闻专业的人，但是我这个新闻专业确实比胡锡进先生差了一个档次，因为胡锡进先生还要学射击，还要学隐藏自己，还要学驾车，还要学各种的战斗活动。所以胡锡进先生是高级记者，他做的是高级新闻，他做的新闻跟我们报道普通老百姓做的新闻是不同的，所以你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觉得你确实有前瞻性。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你赞扬华为，华为确实是一个对中国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公司的话，华为的董事长孙亚芳女士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电子科技大学就是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军队企业。那么一个企业它的董事长由国家安全部派人出任，
按照任正非先生自己编造的创业故事里边讲的，他在危难的时候没有资金的时候，是孙亚芳女士帮他找来的资金。当时孙亚芳女士已经供职于国家安全部，她的资金从哪里来？还有一个公开资料都可以查到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就给了华为公司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给他调整的外汇贷款的信用额度是400亿美元，也就是2000多亿美元。他不用用任何东西抵押，他只要把他的订单拿给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就会把钱给他。在这个400亿美元的额度里边你随便用。我请老薛注意，这是在1997年98年期间到2003年期间发生的事情。你见过任何一个民营企业能从国家开发银行里拿到几千亿人民币的钱吗？随便用，不用担保。你见过任何一个民营企业由国家安全部给他派出董事长吗？孟晚舟女士因为什么被捕？因为她跟伊朗做贸易。我不知道老薛知道不知道，跟伊朗的贸易在中国由谁来做？在华为之前是一个叫振荣公司的公司来做，振荣公司隶属于中央经委，是国务院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因为跟违反美国的制裁伊朗的规定，被美国抓到了现行，然后被美国进行制裁。在此之后，由孟晚舟女士所代表的华为公司在香港注册的 Skype 公司跟伊朗继续做贸易，包括石油、军火、通讯设备等等。你能想象到一个民营企业可以跟代表国家去跟伊朗做生意吗？这个振荣公司就在珠海，他在珠海有基地，在珠海的横琴变成国家开发区之后，我们到横琴为一个企业去争取一片土地。当时横琴的区的领导人告诉我，振荣公司的这个土地就在什么什么什么位置。我想从这几件事里边的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华为公司不是一个民营公司，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央企，它比央企还要央企。它所代表的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是为一部分人所工作的，它的所有的产品都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中国政府所希望它所具备的功能。所以作为个人，我可以贡献我个人所有的隐私，但是作为整个中国的公民和国外用他的设备的这些人，对自己的隐私以及自己人身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有权利提出来要求的。作为设备，我想刚才老薛已经讲得很清楚，他用华为的手机下载不了很多 app， 很多功能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是因为美国政府不相信它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抓捕孟晚舟？也是因为美国政府根据他自己手里边的情报，不相信孟晚舟女士是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的财务执行官，而是大有背景。所以我觉得我跟老薛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不赞同老薛今天为华为做的很多广告。我不认为华为是最好的产品，我也不认为华为是一个普通的民营公司，我也不认为用华为的产品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安全。
谢谢。那个，那么再回到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因为孟晚舟的这个对带出来的话题啊，对。那么已经讲完了，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补充，我只是需要这个鲁纳先生回答啊。当中国啊在这个案子开始的时候呢，舆论有人批评澳大利亚是国家司法恐怖主义，对吧？但是如果孟晚舟女士被法院给放了，北京的宣传会不会歌颂美加拿大的司法独立？还有北京会不会宣传我们伟大的祖国强大了？甚至于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开会讨论、庆祝孟晚舟回家啊，发生一连串的在过去中国历史中我们能看到的那种欢乐的情形和隆重的场合，领导讲话、学者讲话、律师讲话啊，一系列这些问题，那个鲁纳先生，我觉得不会有。因为对，因为这个虽然心里边很想这个表现祖国强大啊，表现这个无论你在身处哪里，在这个祖国在你需要的地方都会带你回家，嗯啊，心里边很想表达这个，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个我觉得在疫情之后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留学生和在外务工人员在世界各地想回到祖国比登天还难，他们盼望吴京能够拯救他们，盼望国家能够包机能回去，因为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甚至印度都把几十万的国民接回家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还在海外回不了家，他们盼望回国这一基本的权利，想回家这个人最基本的要求他们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肆的庆祝孟晚舟成功的回家，人们会喊那些中国人怎么办，那些留学生怎么办。我的旁边就有一个小的中国留学生，很小，在这里他自己不能独立，但是想回中国一票难求，中国的战狼没有来接他，中国的大使馆还没有帮他做到这些事情，我想这个事情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太丢人了。嗯 OK， 徐先生啊，你回应一下。我不同意老鲁的观点，我认为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好不容易哈，这么多愁气的事儿哈，好不容易可以弄点扬眉吐气的事儿了，对不对？但是不会说那个是不会说是宣传啊，这个看来西方的司法独立还是可靠的，我们还是应该承认的，这个不会，那一定是宣传战狼外交的胜利嘛，对不对？你看西方惧怕了。对不对？做贼心虚，我们本来就是无辜的，你现在我们还要追偿你，你关了我们两年，对不对？无根无据啊，这个是。至于其他留学生，关他们什么事啊？你知道吧？那本来就是牺牲品，在他们这些人里边，这个战狼外交这本来也没考虑你，对不对？有什么怕丢脸的？怕丢脸的话，很多事儿就不做了。好，观点也明白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问鲁纳先生啊，这个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加拿大把这个孟晚舟给放了，那么中国呢，把三个人质啊，这个一个是判处死刑的谢伦伯格，还有两个麦克啊，都给放了啊，做这种交易，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如何？是有的，我觉得会有，会有。如果说加拿大确实把孟晚舟，假如啊，那么这是假设前提，确实把孟晚舟放掉的话，那么中国因为本来扣的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理据，很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是一种政治手段。那么在中国本身它不存在这个所谓法治的环境，那么同时它也借这个机会来力歼加拿大和西方，包括最主要是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会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的。谢谢。好。今天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呢，预定两个小时，但是我们因为在华为的问题上啊，这个薛富明先生啊对华为的产品进行了非常正面的肯定，导致我们鲁纳先生呢要对华为的产品和华为的历史、任正非的历史做一番梳理，所以导致我们时间多了一点点，但是呢也挺好，帮助我们的观众啊了解孟晚舟被抓的事件的这个背景啊。今天的中国研究院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来自这个啊佛罗里达的啊人大新闻系校友鲁纳先生啊，一位是来自北大法律系的啊独立时评人士薛富明先生呢，
对三个话题进行了讨论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啊，君子和而不同啊，这个观点对立呢大家都讲出来了，但是一致的地方呢也表达了啊。啊，我们的观众呢，你觉得谁有道理你就听谁的啊，你如果你要觉得有补充意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面留言啊，希望大家能够丰富我们的讨论啊。感谢两位嘉宾今天那个参加中国研究院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最后呢，谢谢我们导播的辛苦制作，我们下一次中国研究院节目再会。再见。谢谢那个小编啊，谢谢那个老鲁，也谢谢导播，谢谢观众啊。再见。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全家乐活动呢？好，结束，谢谢老师。#hashtag不客气。您可以制作展示全局精髓之作的歌舞视频，比如厨艺、健身、歌唱等等，都是可以的。无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导播出去别干什么。那个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我不知道啊，你又接到什么通知了？我是实在我也跟不上。精彩作品，我们推荐你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接送，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邮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您就可以全国网友一起分享您的这一家精彩生活了。我也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评选你周五月累计还有总冠军的 top 榜单哦。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同时也做答疑使用。记得如果你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stayhome， 我们一起全家乐。stayhome 我们一起全家乐。如果他们有安排的话，会提前给你发这个孟晚舟的这个事件。为什么要谈到孟晚舟的这个事件呢？因为根据媒体的报道，5月27号啊，5月27号，今天我们是26号啊，大家记住，就是5月27号啊。像北京时啊，这个北京时间要比这个更早啊，但是现在是美东，我们是美东时间，5月27号啊，上午9点的时候呢，孟晚舟案件的法官。要将这个要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将这个裁决发给孟晚舟的律师和加拿大检方的律师。那么他的检方和孟晚舟律师呢，这两方的律师呢，拿到这个信之后呢，还不能披露啊，要到上午10点的时候，法院开庭宣布裁决并解释理由。到上午11点的时候，记者们将被允许发布裁决结果，也就是说，到27号上午11点，那么全世界都知道孟晚舟这个引渡案件的判决，啊，可以这么说吧，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标题，就是孟晚舟啊，他这个提前卫校啊，那么中国官方呢？啊，他表示呢要把孟晚舟顺利接回家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的，还有一个相伴随的新闻事件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孟晚舟啊被拍到啊，在这个卑诗省法院的这个台阶上留影啊。那么呢穿的是盛装啊，并且呢。竖起大拇指，那个情绪是非常好的，不像一个就是面临一个他的这个心情嘛，不太像这个面临这个未定的判决等待的这样一种心情，有点像这个啊，他早知道这个判决结果的这样一种心情。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难道啊他知道这个好消息吗？已经知道这个好消息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听这个吴强博士来分析啊，孟晚舟这是不是在这里提前庆祝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报道呢，跟他一块照相的有11个人啊。这个当时他照相的时候穿着昂贵的连衣裙和鞋子啊，这是媒体报道，昂贵的连衣裙和鞋子啊，11个人与他照相啊，长裙下
摆拍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以露出其藏在这个脚上的那个关节上的那个 GPS 的监测脚环。嗯，然后呢，华为董事会成员兼全球媒体负责人彭文是啊孟晚舟多年的好友，拍照时就站在孟晚舟的旁边啊。这个然后拍了4分钟之后呢，那么孟晚舟回到家里啊。同时中国的官方也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大使说中国政府要设法保证孟晚舟顺利回家，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判决。没有来到以前啊，好像孟晚舟就提前呢准备庆祝胜利和开香槟啊。吴强博士，你怎么看这个事件？我觉得差不多，他们确实是在庆祝胜利了。嗯嗯，等于是这个照片很快在那我们导播可以在我们的那个会区有这个找这个照片啊，那个我们导播可以把这个照片贴出来。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照片，或者说他现在就是以这个事前庆祝的方式在感谢他的在当地的朋友。这些当地朋友就合影的这些人是什么呢？那陈小平您知不知道？除了华为的全球媒体总裁在他边上。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认识这些人？主要都是他的华中科大的校友。在搞了一个 party 似的啊。对，就是他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嗯啊，就当地支持他的这些华人，而且主要是他的校友，在这边拍了一张照、嗯、合影，这些主要成员是这些人。那么，那换句话说，这些消息应该在他的校友圈子，在整个华为内部已经是传开了。这是一个提前庆祝的方式，私下提前大规模庆祝的方式。那么我相信这当然是中加秘密外交的一个成果，也是我们看新冷战刚展开，国际社会我刚才说了对香港问题无能为力，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无能为力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面，在华为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来。中国的对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强调重视，实际上正在演变为一种全球霸权的一种方式。这种全球霸权的表现在过去在孟晚舟这个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各种方式在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干预加拿大的司法政治。而且他们总是相信加拿大的司法裁判是可以被外交政治给干预的，不能说收买，至少是可以被干预的。他们不相信加拿大的法庭，法官是可以独立做出这么一个判决的，所以他们不惜用任何的代价来政治上的施压，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几个加拿大公民在孟晚舟被当地，这个。进入到司法程序之后，中国这边抓了好几个加拿大的公民。这种人质外交是典型的我们以前讨论过典型的冷战外交的一种方式。那么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最不能忍受的实际上是几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长期关押，那么我也相信他这几个人在未来很快也会被释放，甚至在未来几天可能就会被释放。那么他们回到加拿大以后，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访问，会写书，甚至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冷战当中常见的一些剧目。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不谈旧的事情，我们谈几年前，比如说汤姆汉克斯曾经演过一部电影《间谍之桥》The Bridge of Spy。那个是讲的是把美国 U2 飞机的驾驶员鲍尔斯交换过来，对对，然后但是呢顺带还有在美国还在柏林的几个人，苏联的间谍以及他们被抓的人等等，他都试图交换，我们都看到这个故事在里面。其实现在在加拿大在孟晚舟身上发生的同样的是冷战时期的故事，那中国完全不在乎加拿大的这些司法独立性等等等等，那么用了全球的霸权把华为从一开始把华为就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且整个
外交部相当于华为的公关部门，用一切手段来施压，争取把孟晚舟给弄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无能为力，加拿大司法机关某种意义上讲也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那么这个屈辱，我觉得加拿大人民未来会逐渐的从被释放的加拿大公民身上开始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他对中加关系未来的损害是长久的，不可逆的，也是新冷战开始，我们说未来六月份甚至很近的在 G7， 我们知道加拿大是 G7 成员国，在未来 G7 的会议上面，加拿大的立场我觉得会更鲜明，他们会受辱，在这个事情上他们会受辱。然后呢，他会发生所有的在冷战时期跟苏联打交道的时候一样的反应，在受辱之后来重新调整对华的政策，重新调整国内公众政客对于中国问题、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加拿大本地本土的司法独立的这种尊严的这种坚持。我觉得在未来在加拿大内部会有一个，我们不能说轩然大波，那至少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持久性的话题，会讨论这个事情。加拿大司法机关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释放了孟晚舟，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冷战格局，新冷战才刚某种意义上讲刚刚进入到 2.0， 刚刚深化，加拿大未来公众要慢慢消化，要反思这一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那么中国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是取得了一个胜利，通过霸权主义取得了一个胜利，取得了一个外交胜利，也取得了华为胜利。那华为的失败，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在加拿大作为一个重镇的一个失败和撤出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加拿大有华为在北美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市场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后加拿大对华为的报复，政府方面对加拿大报复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在未来这些关系都要重新调整，都要改变。中国把孟晚舟弄回来之后，未来付出的长期的代价也是相当的大，华为付出的长期的代价也很大。它越来越可能，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这次两会上在谈要搞新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华为是扮演的一个重点，要用国内的市场来弥补华为在国际市场所受的损失，这是很有意思。第二点呢，我们仍然是要在中国内部政治上来解读这一点，中国怎么能为什么要把孟晚舟弄回来，这个就是习在这次两会上所谈的一个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新型举国体制不仅用在足球上面，用在体育上面，用在国内的芯片的开发上面，其实也一样用在华为这样种所谓的外交救援上面。他们会把未来一切的一带一路新冷战下的对抗都用新型举国体制这么一个概念，这么一种方式去对付，当然要对付到他实在无法承担为止，但至少未来他们会再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包庇掩护支持他的国有企业，他的国家核心利益，他的怎么什么，只要进入到他这圈子，只要进入到跟他有合作的话，那么他会扩大他的新型举国体制，用新型举国体制真正的浮现到水面上来代替一带一路等等等等。最后你发现所有一带一路所有这些东西全球化都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代名词，那这个新型举国体制在未来就会呈现出来。那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我们就不用展开谈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这个中国呢外交外交界就是这个等于是就是这个驻这个加拿大使了丛培武他说，我想借此机会指出，实际上加中双边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孟晚舟案所以你看看加中关系中孟晚舟案压倒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确表示中国要确保他顺利安全返回中国所以说除了这个丛培武的这个表示好像很有信心把他弄回去，孟晚舟已经提前举行了这个拍照的这样一种庆祝
而且我们觉得非常奇怪啊，非常的那个有给力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媒体这两天也发了一个孟晚舟的这个啊一篇文章啊，说他的孟晚舟时尚力爆棚啊，把脚铐当作最亮的装饰，比妹妹的名贵首饰更有范。这好像北京啊也在准备为孟晚舟的这个回家啊要开香槟酒啊，一个盛大的这种啊宣传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在安排啊，我感觉是这样。那么我想问这个吴强博士，这个秘密外交啊，那么现在我们可知道北京啊抓了两个麦克啊，一个是 Michael Covey 啊，一个是 Michael Spacer， 对不对啊？对。另外呢还把一个人判了死刑啊，谢伦伯格，等于是北京现在为了这个孟晚舟扣了三个人质。嗯，那么根据这个秘密外交的话呢，孟晚舟获得自由，北京放回这三个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啊可能性大不大？嗯，对啊，我当时一开始就说这肯定是要伴随着这个三个人质的，这是个人质外交，典型的冷战的套路，他就是要用这三个人。最后我觉得这是加拿大政府最难以承受的这个问题，三个公民在中国被一个判死刑，两个被无限期的扣押这种状态，我相信他不需要什么秘密外交，就是通过人质外交就展开了。中加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秘密外交，以这个机制就是在加拿大使馆，在驻北京的加拿大使馆展开，没有 不需要更多的其他的第三渠道。我们通常所说秘密外交指的是在正常的外交管道之外的第三渠道的问题。那第三渠道无非是一些政客，比如说担任联络人，或者是军方情报方面担任联络人，或者是一些商人担任一些斡旋的一些像我们刚刚说的间谍之桥，那么是由当年 CIA 的创始人，我们知道那个律师汤姆汉克斯演的律师，其实那叫万斯，对吧？是我记得叫万斯，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纽约华盛顿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律师。在中国加拿大之间，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子的这种秘密外交的大使使者，这个信使，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存在。但我觉得公共那正常的外交渠道就足以对付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人质外交。你面对这个三个人被扣留，还有很多加拿大公民也仍然在中国境内，这是他潜在的人质。那么我相信这种中加之间的正常的交流本身对加拿大来说就是最难以忍受的一个代价。也许孟晚舟比如说一旦被抓起来，那个被判死刑的人也许很快就会执行死刑，然后也许在中国的其他加拿大公民也会陆续的被拘留，失踪失联。那么我相信这个情况是加拿大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很难做到说让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加拿大人或者拿着枫叶卡的人都立即撤离。尽管我们相信在瘟疫期间已经撤离了很多，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留在这里。那这些无辜的人都是未来这种中加关系一直，如果说因为孟晚舟事情没解决一直恶化的一个潜在的受害者，而且是无辜的牺牲品。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多中加之间的外交谈判其实问题都在这里。那么这不是传统，如果在这意义上讲它不是传统的外交的谈判方式，它确实是一个很龌龊的一种人质外交的一种方式。它不是秘密外交，但是这个话题本身是有秘密性，因为它实在是超出了通常的正规的传统外交的底线了，超出了传统外交底线，已经是一个冷战时代的这么一个很相当卑劣的一些外交手段的展开，针对平民的一些报复。那么针对平民这种报复，我相信在未来新冷战在全球化当中这已经在被滥用了，这就是新冷战到来的标志。那么我们在谈其他的似乎也只能按照这个框架来谈，这就是对平民的报复。那有点类似我们知道在朝鲜，比如说美国的大学生被
逮捕，然后受虐待，然后经过斡旋之后返回美国，七天内就死亡。类似的这种事情，我相信中国也在提醒加拿大，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发生。那么这个已经超出了正常国家正常外交的一种理解的框架了，这个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一种极不正常的一种外交。我相信它不是用秘密外交来形容，它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外交方式。好，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是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和西方无能为力，在孟晚舟的问题上啊，这个加拿大美国啊无能为力，全部都跟北京低了头了。你觉得这个事情会引起怎么样一种舆论的那样一种海啸呢？我觉得舆论海啸不至于，但是舆论的持久性的讨论一定会不可避免，一定会有持久性的讨论。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就像对武汉肺炎那些病毒的讨论，这一定是持久性的。对中国的追责，其实这种道德上的追责，尽管对中国政府主权国家很难进行这种政治责任的追偿追索，经济上的追索也很困难，但是道德上的谴责，道德上的批判，我觉得对国际社会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一直在做，正在做，而且未来会升级。那么在孟晚舟事情上面，我相信加拿大的人民、政客、国会的议员也会对这个事情展开相当多的持久性的道德上的讨论。那么我相信这是最持久性的。中国大陆很不在乎这些伦理上的事情，不在乎外交伦理，不在乎这些事情。那么这就是未来一个两个世界的一个分野，在中国和这民主社会之间最后找不到道德上的共同点，那么这种道德上的分野，道德上的这种差异会越来越，那当然也许中国人会说啊，它是一种文明上的差异，文明上的冲突其实是道德上的差异。那道德上差异会上升到在人权方面的问题，人权方面的问题其实最后主要就是道德上的问题。我们这节目既然是中国研究，其实可以，我们上次就谈的比较深入，我们可以多谈一些政治哲学上的问题。虽然我也不是政治哲学的专家，但其实只要谈到人权，它就跟道德就相关啊，就是政治哲学的范畴，而且它是可操作性的，这是最有意思。那么未来会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中国的比如说在瘟疫上面的表现出来道德上的失败啊，最后越来越成为全球世界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道德上的失败，我相信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个长远的失败。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讨论比如说七七宪章，哈维尔总统，后来的哈维尔总统，他对七七宪章最主要的贡献，当然不是七七宪章里面写的，里面也写到，他在七七宪章里面也写到，就是道德上的勇气以及道德的问题才是七七宪章所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民主自由。中国未来，中国现在一直是在民主和自由上面拒绝，但实际上它最后的致命的缺陷是在道德上面。这个是和苏联美国冷战时期所展开的竞争不一样，那个时候竞争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最后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人民官僚对意识形态的失望所造成的啊，意识形态吹得太响了啊，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破产啊。但是中国未来的失败，中国现在一直在谈全球治理模式，它也许它也避开意识形态的问题啊。那么未来最可能失败是什么呢？道德上的失败，这可能是未来新冷战会不断的展开的一个问题。中国也许在战术上、战役上是节节的胜利，但是可能在道德上是节节的失败，这是在未来会长期积累的。其实在国内已经做了出来，但它一直在扭转。中国人民的道德，中国人民道德感似乎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宣传改变。那么中国内部的异议人士、民主派人士，他们所在过去20年所发动的各种道德上的积累，其实最后发现意义并不大啊。但是呢，国际社会这一点是不同的。这个问题一旦展开到国际社会，那么道德上的此消彼长，道德危机，这种高下其实就在不断的展开，
这是最有意思的。在未来，我相信那加拿大作为一个我们公认的全世界的道德的楷模，人权的楷模，其实在这个未来，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在未来都会越来越强的主导权，就是在对华的新冷战方面扮演的越来越强的一个领导的地位。这个我相信会在未来新冷战当中，会很有意思的变化。它会把加拿大激发为一个未来新冷战当中的一个扮演领导性角色的一个 G7 成员国。这是孟晚舟事件的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未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加拿大这个国家在未来人权政治，也就是道德政治上面所展开的可能性。好，谢谢吴强博士啊，今天参与中国研究院的节目。那么我们一共讨论了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啊，关于北京在香港出牌啊，出这么重的手，它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讲西方的啊这个联盟啊，也就西方的 G7 在香港的问题上能做什么，他们会不会帮助香港？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等于是提前啊，就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做一些展望啊。那么这个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孟晚舟已经在那儿啊拍照，提前准备庆祝了啊。中国的媒体呢也有动作，中国的官方也有动作。那么这三方的信息的动作都显示呢啊，好像孟晚舟有好消息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明天呢27号啊，很快就有这种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等待。感谢啊，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今天参与我们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感谢我们啊观众的收看。那么最后呢，谢谢我们导播制作啊，我们下档节目啊再会。好，陈小平，再见，各位观众再见。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狗狗出镜也欢迎哦。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邮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还有狗狗。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评选每周、每月、每季还有总冠军的 TOP 榜单哦。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同时也做答疑使用，记得邮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